嗨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耗子，感谢大家观看我最新一期视频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依旧给大家说一说特摄剧《奥特曼》。泰迦奥特曼作为令和的第一位奥特曼，身份也是很特别，他是泰洛奥特曼的儿子，而泰洛奥特曼的父母正是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。在今年的一次泰迦奥特曼舞台剧中，一家人首次大集合，当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上场后，泰迦更是激动地叫爷爷奶奶。局长，保长，局长，保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奥特之父的媳妇儿是奥特之母，那泰罗奥特曼的媳妇儿是谁呢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？这个就留给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吧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你还想看到哪个奥特曼，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